卡特 C13 泵喷嘴分解。首先分解电磁阀部分，拿出一支卡特 C13 泵喷嘴，将泵喷嘴电磁阀朝上固定在台前上，用卡特 C13 电磁阀拆装工具卡在电磁阀上，配合扭力扳手拧松电磁阀。取下电磁阀部分，取下控制阀垫片，取下控制阀定位销，用中孔花型旋锯头 D10 拧松取下电磁阀上的四颗紧固螺丝，取下电磁阀，用镊子取下电磁阀弹簧垫，取下电磁阀弹簧垫，取下电磁阀胶圈，用中孔花型旋锯头 T10 拧松衔铁紧固螺丝，取下衔铁紧固螺丝，取下衔铁，取下衔铁支架，取下电磁阀螺套，取下电磁阀螺套上的胶圈，取下控制阀支撑套，将控制阀固定在台前上，用中孔花型旋锯头 T10 拧松控制阀螺杆，拧松控制阀螺杆，取下控制阀螺杆，取下控制阀螺母，取下控制阀弹簧，取下弹簧支架，取下控制阀行程垫，取下控制阀阀芯、控制阀体，电磁阀部分分解完成，开始分解油嘴部分，将喷油器油嘴部分朝上固定在台前上，用泵喷嘴分解工具29号套入油嘴压帽上，用工质两用扳手18毫米拧紧分解工具上的螺母，用扭力扳手拧松油嘴压帽，取下分解工具，
取下鸭帽，取下油嘴壳体，取下油嘴油针，取下油嘴针座，取下油嘴顶板，取下油嘴弹簧，取下针阀形成线位销，取下喷油器定位销，取下中间板，取下喷油器定位销，油嘴部分分解完成，开始分解注塞部分，手拿喷油器注塞部分，将喷油器注塞倒出，把喷油器固定在台前上，用工具插入喷油器壳体上的小孔，轻微旋转注塞推杆，使注塞推杆上的孔与喷油器壳体上的小孔对齐。当上下两孔对齐后，下面小孔会弹出限位球，取下限位球，取下限位弹簧，取下注塞推杆，取下注塞弹簧，从台前上取下喷油器壳体，取下喷油器壳体上的胶圈，喷油器注塞部分分解完成，油头起喷压力测试，从卡特泵喷嘴测量工具组套中拿出起喷压力测试工具，将起喷压力测试工具固定在台前上，装入喷油器定位销，将油嘴顶板、油嘴弹簧、针阀形成线位销依次装入油嘴针座上，安装油嘴针座，装入油嘴油针，油嘴壳体，安装油嘴鸭帽，用泵喷嘴分解工具29号套入油嘴鸭帽上，用工质两用扳手18毫米拧紧工具上的螺帽，用扭力扳手拧紧油嘴鸭帽，拧紧力矩为95到105牛米，将安装好的起喷压力测试工具安装在校验器上，
按压校验器扳受杆，当压力达到380兆帕时，观察喷油器油嘴喷油情况。若油嘴不喷油且泄压快，或油嘴喷油同时有漏油现象，需要更换油嘴壳体和油嘴油针。电磁阀生成测量，把控制阀芯装入控制阀体，装入控制阀螺杆，将控制阀形成垫套在控制阀螺杆上，安装弹簧支架，装入控制阀弹簧，装入控制阀螺母，用中孔花形旋锯头替腰铃上紧控制阀螺杆，将控制阀固定在台前上，上紧固定螺母，安装控制阀支撑套，安装电磁阀螺套上的胶圈，胶圈为易损件，安装时需更换。安装电磁阀螺套，装入衔铁支架，衔铁，装入衔铁固定螺丝，用中孔花形旋锯头替腰铃拧紧，拿出电磁阀形成测量工具，将控制阀安装在电磁阀形成测量工具上，装入千分表，拧紧测量工具上的锁帽，将千分表数值归零，按压衔铁，观察千分表数值变化。千分表数值为0.150·0.02毫米为正常，如果数值偏大，需磨薄阀芯上平面；如果数值偏小，需要更换阀芯和控制阀体。卡特 C13 泵喷嘴组装，将喷油器壳体固定在台前上，安装柱塞弹簧，安装柱塞推杆，选择柱塞推杆，使柱塞推杆上的小孔与壳体上的小孔对齐，安装限位弹簧，安装限位球，用工具将限位球按压小孔内，推进柱塞推杆，取下喷油器，
装胶圈，胶圈为一损件，安装时需更换。翻转喷油器，装入喷油器柱塞，装入喷油器定位销，安装喷油器中间板，装入喷油器定位销，将油嘴顶板、油嘴弹簧、针阀形成线位销依次装入油嘴针座上，安装油嘴针座，装入油嘴油针，油嘴壳体，安装油嘴压帽，用泵喷嘴分解工具29号套入油嘴压帽上，用工质两用扳手18毫米拧紧工具上的螺母，用扭力扳手拧紧油嘴压帽，拧紧力矩为95到105牛米。翻转喷油器，装入控制阀定位销，安装控制阀垫片，安装控制阀，注意将控制阀上的缺口对准定位销位置，用卡特 C13 电磁阀拆装工具配合扭力扳手拧紧控制阀，拧紧力矩为110牛米。拿出空气余隙测量工具，将千分表安装在空气余隙测量工具上，拧紧测量工具上的锁帽，把测量工具放置在归零块上，将千分表数值归零，把测量工具安装在电磁阀上，观察千分表数值变化，数值在0.030+0.010毫米之间属于正常，如果数值偏大或偏小，需要调整衔铁的厚度，安装电磁阀上的胶圈，装入电磁阀弹簧，电磁阀弹簧垫，装入电磁阀，装入电磁阀上的4颗紧固螺丝，用中孔花形旋锯头 T10 拧紧，thank you.
安装完成。取出阀组件密封性测试工具压帽，拧出上部分，插入定位销，轻敲入，放入弹簧，对准孔插入控制阀，拧上密封性测试工具，把测试工具固定在立式台前上，用扳手拧紧，测试工具安装于校验器，用扳手拧紧，下压压杆，观察是否出油，出油则说明密封不好。